我去医院去做那个放射性治疗，我得了那个脑瘤，去放射性治疗去了28次，刚刚做完。我一直做单干户、个体户，跟朋友也不来往，所以自己给我自己很用功。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。后来医生说我生病了，大脑、小脑、眼脑里面有一个恶性肿瘤。恶性肿瘤它变大了，就好像那运河里面船呢，船变大了。过不来了，可是它严重的压迫到我的左腿的神经，使我走路变得走不好。还有呢，这个脑部呢，它影响我的吞咽困难，就搞不好我也呛到了。蒋介石老婆宋美龄的哥哥叫宋子文，宋子文就吃饭的时候呛死了，所以必须面对这个随时被呛死的这个危险。所以还要继续吃类固醇，类固醇是所谓美国仙丹，一天吃6粒。哦，那个副作用大不了，现在那个药在闹我，不吃不行。所以我变成我的身体变成个战场，互相这个对抗。我现在是被害人，像1904年日本跟俄国在作战一样，日俄战争，战场在中国。哈哈哈哈，最好希望是我能够活到现在，并且接受你们电视采访，最好的时候。董白，字小宛，一字青莲，号青莲女士。她虽然出身秦淮青楼，但是从小读书，女才女貌，一世无双。她17岁时从良，嫁给茂香，做姨太太。27岁死去。这就是董小宛的美好时光。我们现在年轻人各有各的美好时光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做得不够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单调了，没有个性了。他们可以有最好的时光，并不是说17岁要做妓女啊。现在年轻人无趣等有趣，实际上人生是充满了一个阳光的一个人生啊。即使经过战乱流离，可是现在变得非常无趣，这个世界无趣，没有趣味。现在年轻人的危机，他们都不是没有钱、没有前途，而是同类化。我17岁时候在台中一中，没有念完，中学没念完，我中学没有毕业，受不了那个大高三的教育，我这高二念完了就离开了。像我们就很穷，所以受到很多白眼。可是有很多很有趣的经验。我过去我一个女朋友，她妈妈反对我，反对我原因就因为我穷。那妈妈好厉害，湖北人，你李敖将来做了总统，经过我家门口，我也不理你，你也不要来。做了乞丐、要饭，经过我家门口，请你快走几步，好好讲话，羞辱你，被他看扁了。现在为什么这情况很好呢？因为我再也看不到这种老太婆了，好快乐。所以我认为现在年轻人应该走自己的路，这样才是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出现。可是现在年轻人走不出来，因为他被手机、电脑、网站整个控制住了。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
打败电脑的人脑，以后你们都被电脑统治，我是最后一个能够打败电脑的。九年之间，他们在乱世中逃难，在乱世中图存，在乱世中寻欢作爱，在乱世中勤运书生。最后，他告别了乱世，留下春梦一场。30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形影相符的日子早已过去了，但是传神入化的携手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有缘分了。这就是毛泽东对我讲的话，他跟他一起九年，一生轻浮，我一辈子的福气啊，九年战绩，九年用光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中国的说法里面，人的福气是有数字的，跟女人的卵子一样，有固定数目。年轻人用多了，年老就很惨；年轻人受苦受难，年老就有后福，就是我就有后福。为什么最好的时候呢？因为它不能更低了，等于说，你夜里睡觉的时候，有老鼠、蟑螂、蜈蚣、蚂蚁都跑过来，你生活不会更坏了吗？你一年都不能洗澡，啊，你的身体用毛巾擦，然后洗毛巾，洗毛巾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节目，因为不能洗澡。所以现在为什么一天我洗两个澡呢？就是补偿我过去的那个缺陷。所以那个人生里面到了最低的，就是到时候众叛亲离。朋友也变了，同志也变了，女人也跑了，妈妈也变了，弟弟也变了。那个时候你会有点变得，他现在他也来了。对强者而言是好的时光，磨练嘛。可是对弱者而言，就度日如年。一关进去以后，他知道空间多么小，时间多么长，所以任何改变的觉得比那个现状好。所以我说那个是好的时光，因为它的起点很低，你从那里开始，从零开始，从归零开始，人生归零。这世界很酷。